你们要毕业了，可是我希望你们可以记得，就像你们所说的，毕业它不是一个结束，在未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等着你们去挑战。我希望你们在挑战的过程中，你们不要忘记了，你们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，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一定会非常的辛苦，但是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，努力再努力，我们会不会成功？会。会，对不对？谢各位。